早上好呀，小朋友们，跟我一起找玩具吧。这个地方不错吧？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玩具。嘿嘿嘿，看到一个。你这是想爬树去吗？还是下来吧。警察叔叔的拖车怎么跑这里来了呀？你更调皮，这树你也爬。托马斯小火车，继续找找吧。哇，这里又有一个陆军拖车，见好几次了吧？接着找，看这是什么车？动物运输车。你说你不去拉小动物，怎么跑这里偷懒来了？